钢丝儿第三季开始啊！清单非常的简单，五天四晚的阳春生活中，还是有非常多的小游戏等着大家。每人初始三颗星，嘉宾有五个，每次游戏胜利呢，就会获得相应的星星，有可能一颗，有可能两颗。当然，过程中也是会扣星的。这一季还剩七颗星，得到七颗星就可以走了。扣光的人呢，就要永远留在这里了。那游戏规则就是这么简单，你们听懂了吗？哇，你们听懂？太牛了！本节目由蛋仔配的独家蛋糕不知来蛋奶里，现金量跨年上的花粉一闯关就拉出不到的游戏吧。我来叫你起床！你为什么来这么早、啊？我来叫你们起床！那你为什么来这么早？什么意思？啊，是你们空吧？你这个规则合理吗？不是，那人家提出来了嘛。其实我们规则上有点 bug。谁提的？小老师提。小，不是我。小精灵老师。小精灵。对，我一会儿就被他杀了。你是不是玩不起？我没有啊。那你是不是玩不起？你为什么不起床？上班了。我不起来了吗？上班了，马上起床！起床，快给我收拾！上班，给我上班！大兵电影，马上给我起床！好，大兵电影，大兵电影，都给我起床！杜海华，谁把我弄来的？是谁？是谁把我弄来的？杜海华，起床，起床！你咋来了？你说我咋来了？你说我咋来了？我不是谁？不是我，不是我。昨天晚上我开玩笑，我就说你来的。是谁？贾云林老师提。贾云林怎么跟我没关系啊？他，你叫的不最欢？他没有啊。我还没走吗？我他妈来了！起来来，谁叫我来的？谁叫我来的？谁？小坎，下面小坎，小坎，马上到我面前！小坎现在马上出现在我面前，否则扣掉15万的星。马上起床！马上起床！吃饭去了。昨天是谁？是谁把我弄过来的？谁提议我来当嘉宾的？是谁？好像是小老师。小老师，他住在哪？帐篷是吧？就在这个帐篷。我估计他现在还没醒。我一会儿把帐篷气儿放了。可以。你把火点了吧。现在他不是嘉宾。怎么不太好了？为什么不太好了？有什么不太好了？我是嘉宾。嘉宾好像也不能这么做。嘉宾怎么不能做？嘉宾可以叫起床的吗？嘉宾怎么不能叫起床？你们已经把这个规则打破了，还可以叫自己人吗？我管你。不是，我管你。去大厅集合。起来，起床，小精灵，起床，起床，是你把我叫回来的，是不是你？说话，说话，出来，出来，快出来，出来，干嘛？是你把我叫来的，是不是？你为什么把我弄过来？想你，还是想你？睡觉为什么不脱衣服？你为什么要选择帐篷里面睡？因为你呀。什么意思啊？我心都给你了，你把你的心都给我了。出来，快出来！起来了，完了。经历了一个比较暴躁的叫起床，我也没想到会这么暴躁。你什么玩意儿放的？对啊，我也不知道他来的比我都早，他还把我叫起来了。他好兴奋啊！他疯了！哎，他马上了。对啊，他太兴奋了，第一次当嘉宾，他肯定很兴奋吧？我觉得他还能录下去吗？他这状态，我觉得可以。我觉得来了应该先扣他几个星。啊，是吗？哎，我支持，支持，支持。你们到时候跟他说，看他会怎么想吧。我觉得他会更暴躁，他会爆炸的。他今天来的是五颗星是吧？找到吧，应该吧。是吗？想见到他吗？现在？我觉得我一会儿看他，我忍不住不太敢，不太想。直接在门口等着了，叫他来了。再等一会儿。我们得这个就是嘉宾入场啊！冷静一下。嘉宾入场。邀请嘉宾入场，小丑院长。还给我
狗子拿过来了。走走，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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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嘉宾，嘉宾你好，嘉宾坐，嘉宾。所以今天嘉宾是谁啊？是他还是你？是你，你才是我们选的嘉宾。刚刚说谁不想见到我？他。哦，他。你说不想见到我？我没说啊，我没说过。把他给我点了，点了。哎，把他给我点了。哎，来，你也不要进行下一个游戏了啊！你冷静一点，你冷静。现在我来控制选举。等一下，你冷静一点。你冷静一点。你冷静一点。你先这样，你先把手机交。嘉宾要收手机，你想捡啊？我不想捡啊。他的手机也交上。你手机在哪里？他就在那边。你交过了。好，没事了。听我的，冷静点啊！昨天阳光人叫我带狗，为啥呀？为什么？先走，先走，啊，先我狗牵一下，去吧啊！别管，你冷静一点啊！干啥呀？冷静，录节目呢，录节目呢，冷静一点，冷静一点。我怕家的狗，我给你们面子。我也抑制不住我内心的开心了。啊！听我说，现在由我来掌控选举。杨村人吗？你不嘉宾吗？我就是嘉宾，怎么了？嘉宾不也得听杨村人？对啊，那杨村人，我带狗为什么？你只是嘉宾啊。今天我们要玩一个跟堆堆有关的游戏。干嘛扮狗啊？跟狗培养感情。首先，你们每个人由新由少到多依次跟堆堆有十分钟的独处时间，跟他培养一下感情。每个人跟狗唠嗑唠十分钟，培养感情，培养完了狗抱出来，所有人坐一排，在草坪上拿零食。然后放狗，狗吃谁零食，谁就赢了。打我干啥呀？那我不能打精灵吧？精灵让你回来的，才是。喂，兄弟，我想你了。哇哦，哇哦，早说嘛，早说想你了，想你了。听明白了，规则。那狗肯定跟我啊。但是就是考虑到这一点嘛，所以我们 NPC 代替你玩。啊？对。那 NPC 赢了怎么办 ？NPC 赢了，先给你啊。啊，你就是小雷鸟，我就是小精灵，可以，我是尖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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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稍微冷静一点，可不可以？兄弟们，我兴奋的一批，我现在很痛苦，你知道吗？这个节目现在录的确实非常无厘头，对，无厘头，无厘头。这个节目从你们私下组织的那一天，性质已经变了。OK。观众朋友们也不要介意，这个东西我们也没法把控，它就那么突然的发生了，好吧？怪，对，就怪，怪。粉丝留言说一下，不许抽！啊？为什么？不许抽，是我抽。狗都来了，狗很忙，狗很忙。好，好，听狗的，出门，听狗的，出门，听狗的，出门，出门。对对，过来，对对，对对，对对。对对啊，我先拔他的毛，你记不记得我？对对，哎，我觉得可以，就是让他有点身上的气味。你们是不是有点过分啊？这个行为坚决杜绝啊！哎，这不行吗？狗毛是属于狗的，怎么能属于你们呢？我们薅的，我们薅的，不可以薅人家的毛。你看这毛自己掉手上，没办法。这样子强制人家狗，你俩是对手啊、嗯？我俩是对手。对呀、啊，你跟我对手，要不然呢？我以为你队友呢，你一边去。怎么事儿？怎么强仗人家？你知道吧？这个人你不认识，你不认识他了。现在清除你的记忆。对对呀，对对呀，对对呀，你们俩，对对呀，你们俩，对对呀。妈，你打救了，对对，对对，对对，对。我平时带你不好，我带你一下。我给你，你碰碰你，我给你喂食儿。我有时候还遛你。赢的给几颗星？一颗一颗。狗先吃谁的零食，谁就可以获得一颗星。来，坐下，坐，坐。干啥？对对，对。你干什么？啊？你也装变态的？哎，你看我这对不对？你跟我好，我回去就问你们，回去问你们打个球。你那是回去，人家要现在先画饼。你狗的听不懂，你画饼。好，时间到，时间到，时间到。这么快？哎，这么快？这么快？对对，记得我，对不对？开始吧，对对对对对对，来坐着，你们对对坐着，我是你主人啊，对对对，你看，对对，哎哎，对对，什么手心？对对，什么手心？什么手心？这味道，对对，啊，后面的后面的，对对，我把眼镜送给你，好吧，对对，对对，对对，你戴着我的眼镜，好吧，那你戴我帽子，好吧，好，对对，
你喜不喜欢？哎啊，你也不要啊？那行那行那行，你摸上这个，就从上面摸起来。我你摸我，你嘴唇，记住啊，记住张脸啊。他不理我，找我。对对对，一直找我。对对，你看一下我，对对，你看一下我，对对，你看一下我，对对，对对。嗯，你俩测试一下，我现在松绳，你们俩一人一个脚，看他先去的找谁，不就知道了吗？行好啊，我们开始同时喊。好。对，你看，赢了，因为你穿的这个狗的颜色比较像，不是，穿的这个衣服的那个跟他比较顺色，他觉得很安全。哦，送你对，拿，没关系，拿。怎么一脸嫌弃的？行了，时间到了，所以就没了，没了。辛苦小老师，辛苦小老师，什么意思？没有，他救我一下，辛苦小老师啊，辛苦，感谢小老师，再见，一定要为我胜利比赛啊，可以，加油，这颗星为我而拿，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我可以发射，没招，金老师准备好了吗？金老师，准备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，准备。对还卖弟弟好的，为什么？他为什么过来舔我一口就跑了？咬都没咬，咬都没咬，舔了一口。我是不是该走了？一颗星，好，也行，一颗星接近了。很遗憾啊，小唐老师，小唐老师复活我忘了。辛苦弟弟老师了，辛苦了，弟弟。辛苦弟弟老师，辛苦弟弟老师。弟弟好，真好，厉害了，弟弟，这是最幸福的一天吧？对呀。游戏结束了啊！恭喜小奥获得一颗星，感谢！承蒙大家厚爱，承蒙堆堆厚爱，承蒙堆堆厚爱啦！准备吃中饭。今天这个中饭就没有小游戏了。哦，这么好！马哥早上带了点饺子来，就我今天给大家带饺子。哇！我没钱包饺子，过年了，大家一起团圆吃饺子。吃饭了，你这怎么都站起来了？哎，别搬，好不容易攒的，段子都没拍着，没拍着，我再拍。别，这太干了，他已经死了，他没有水分了。不，他没死，死了，没死。吃饭，大家吃饭吧，吃饭吧。他跟一个破厨师在这里，哎。哎，错，吃吧，我给你放一边，大筷子，给你放一边。哎，断了吗？没断，没有，没事。哎呦，我操！不给你吃，我给你点饭吃，你们还这个样子？嗯，几颗星啊？六个，你好牛啊！对啊，你在转什么东西？对啊，就是转，我就走着呀。走了也不能回来啊，不可能。像有些人走了他就回来了，你走呗。你看我今天。没了，我也许愿你来当嘉宾，没日子呢。我只有嘉宾走了才能许愿。昨天嘉宾也没走啊。昨天嘉宾死了，但是村嘉宾死了，对，算着走了。哦，走了。哦，也是走了啊。粉丝留言这个环节不能落，来吧，来。新多的先抽，不对，今天有嘉宾先抽。好啊。今天扭个蛋啊，嘉宾先抽。嘉宾先抽，嘉宾先抽，毋庸置疑吧？对，都同意。同意，同意。那嘉宾的事和小潮的事我都得做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可不必这样的。我看看怎么事。高斯可以玩手机十分钟。啊，这怎么办？打电话，让他先玩手机。先给他打电话，先给他打电话。那怎么玩手机？必须玩，必须玩，不玩扣他一颗星，他剩一颗星回去了。那不玩回来当 NPC。啊，是。可以。不会还没睡醒吧？迟到了呀，那你上班，回去得上班了呀，九点必须得醒了呀。对啊，是啊。哦。哦，上没上班？上班了。你搁那网吧，那是不是你啊？你上班呢？没有，
送分了，看一下屏幕，看一下屏幕，翻转翻转，快翻转，好好好，没问题，那个什么，高斯现在可以玩手机十分钟，玩手机，快玩，休息，中途休息十分钟去玩游戏去吧，可以，玩手机十分钟啊，你要是不玩，你得扣一个星，你剩一个星你扣回来，你得过来当 NPC。那我玩超了以后吗？没有，超了，马上玩手机，快玩起来！好，去玩啊，去啊！去啊！你还拿着手机干什么？去玩啊！哦，对呀，去啊！没事，去玩吧，拜拜。现在由我们的这个心最多的，哎呀，现在开始抽，这不好意思。什么东西、啊？抽了个空壳，算可能算吗？算，别别抽，别呀、啊，算了，兄弟，再抽一次吧。那是什么？别是对你不好的啊！不可能，段王，现在给我唱一遍日语的恋爱循环啊！怎么唱的？せーの。でもそうなじゃダメもそうなじゃほら心はしだすのよもどもど。好，行行，谢谢。好，继续吧，试一下。往后继续。行吧，算你，可以吧？吃饭怎么了？表演节目吧，可以。哎，我瞅瞅哈啊，怎么没有嘉宾的事？没抽到，嘉宾是你啊？是我还是我？是啊，你啊。OK， 嘉宾，现在设计的呀。嘉宾现在拿一颗星送给他右手边的人，什么意思？复活了啊？那就是要送一颗星啊。那我复活了，这样就复活了。哇，这样啊？那也行啊。复活了。那现在两个嘉宾吗？我复活了。我去，有这种事儿啊？这我没办法，你们抽到的剧本吧？观众的愿望，我复活了，真的像剧本一样，是抽出来的。我复活了。你为什么坐我右边？我不知道。我操，活了！妈呀，不是这一季有点无厘头的哦。对呀、啊，好奇怪啊！那这算嘉宾还算？当然算嘉宾了，两个嘉宾啊，两嘉宾。好、哦，我们都嘉宾。等我试试吧。为什么？万一等会我出去嘉宾的话，我们两个都要去干。那你们现在已经，你现在必须要干，就、是嘉宾了啊，好吧？嘉宾，你来抽嘉宾。本来你都不用抽了，嘉宾。对呀、啊，这个有点，说实话，会不会以为是剧本吧？对呀、啊，这我也感觉有点像剧本，太夸张了。这个有点，真的有点。有点离谱。但可是完全不是剧本啊！你看，有生命发誓啊！我用生命发誓不是剧本。这个叫节目效果，追着我们跑。嗯，真感谢老天赏饭吃。尖叫！对啊。嗯嘉宾拥有手机一天，哇，这太戏剧化了吧？这怎么啊？怎么？怎么办？给谁？我们都是嘉宾啊！我们都是嘉宾啊！我们都有手机啊！这合理吗？这合理吗？我有啥办法？突然出了两个嘉宾，我也没办法。那他俩还用玩游戏吗？玩啊！还能玩手机？还能玩手机？玩游戏？哇！啊，小凯抽了吗？没呢，到你了。抽一个什么才能利于我的呢？嘉宾现在扣一个谁啊？他又要死了。我加油，好吧。你这样的话，他又回去了。对啊。那他手机还在不在？手机不在了 ，NPC 了。NPC 又是嘉宾了。那我 NPC 又可以许愿找一个人，又把公司叫回来了。羊头人，下一个挑战改为不要做挑战。好。下一个游戏本来是什么？下一个游戏本来是户外的一个体力游戏。那挺好，那挺好的。是吧？我们道具都买了，一会儿我们就玩一下，就不涉及星星了，好吧？可以玩，但是要先玩不要的挑战。可以，没问题。那你个先把那个事儿办了。吃完饭办。你不行，人家说现在办。拿你们俩手机。哇，太好了！但是丁林哥，不好意思啊，把你的那个 SIM 卡给拔了。啊。你们俩现在就是没有网的状态，但是可以拍视频，看点花絮。别 WiFi，WiFi 给你改密码啊！你知道密码吗？我不知道，你知道吗？我也不知道。
板砖是吧？不是，但是我们可以录像。啊，那我也可以录像。就我们可以录点素材。哇哦，多两个摄影师。哇哦，哇哦。哇，我们可以录像。哇，太厉害了。哇，我们可以有自己的视角。哇，怎么样，投入一点吧，到时候花絮剪起来贼麻烦。这不了，因为只说了给你们手机嘛，没说给你们手机干什么。应该这位粉丝留言，我就我点评一下，应该留给一个带 SIM 卡能联网的手机，再加充电器，再给一个充电器。对，无敌无敌，挺好的，我已经很满足了，很满足了。设完我们冠军房集合，好吧？好，我们来玩下一个游戏，不要做挑战。但是这次规则有点小改动，一人两张牌啊，这是极速版，极速版。对，赢的人有两颗星。走了呀？你走不掉了，走不掉了。不要做挑战，我还不会玩。我没看你旁边是谁？你旁边是谁？是我。不，你左边是谁？怎么了？不要做挑战了，史蒂夫。你已经脱钩那么长时间了，你现在跟不上时代发展。我不相信。你现在是三 G， 已经爆你了，已经五 G 了，你知道吗？已经爆你了。不要做挑战，规则不用我说吧？规则不用你说了。啊，那你来吧。啊，我也要说吗？观众应该都知道吧？这不是观众选的游戏吗？小老师第一次玩。小老师第一次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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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先说一下吧。OK， 这样游戏规则非常简单啊。首先，每个人有两张卡片，上面写什么我不知道，我会把它带到我们头上。如果我们说了或者做了什么方面的事，那我就丢失一张卡片。如果两张卡片都丢失了，那么游戏就输了。如果输了，就会受到严峻的惩罚。没有，这个肯定没有惩罚。补充一下啊，这一把只留最后一个人赢，赢家只有一个，给两颗星。但是。你剩几张牌，我还会再给你几颗星。我剩两张牌，我就得四颗星。对，哇！好了，这个节目组就开始清仓大甩卖了。懂什么意思吗？就是人太多了，就发人了，一提了送人，还得往外清一清吧。来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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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吧。哇！哇！有点站太高了，有一点。怎么了？都看不清。来再来吧。为什么？哎呦，太简单了。你怎么这么了解他？我不是了解这个游戏，我通关了，你知道吗？是吗？我早就通关了。拿出来看我干啥？拿出来。为什么？哈哈哈哈哈！什么？干嘛？拿下来，拿下来吧。我真做了，你做了，做了。你不要，你确定？不要确定。我看看啊。你也拿下来啊！拿下来啊！快！我靠！太了解我了，小 baby。哎呦我去！什么？从头发挡眼睛了，头发叼一下。你太敏感了。太敏感了，真的。啊啊！啊！干什么？你干嘛？啊？干什么？你干嘛？你这是属于什么行为？你这个，你好恶心你啊！这算不算吗？啊！这算不算？啊！啊！什么？你冷静点，中吗？你冷静点。小奥淘汰，内幕。你走不了了，今天。为什么？他是不是太笨了一点？你有点笨。哎，干什么？哎，你刚说什么？刚说我有点笨。有点笨怎么了？评价我，评价我。评价了？评价了吗？评价我，你说他有点笨。真的吗？真的说他笨。真的。真的说他笨。真的。哎，真的。真的。真的假的？我没了，没了，没了，拿下来吧。等，你拿下来吧。有点乱啊，在家就稍微就是怎么激烈今天？对啊，主要今天牌太少了。不是，小老师跟应该已经淘汰了。对啊，他那应该算吧？就是算啊。是啊，不都是不都是这个吗？就是啊，他都弄呢。他刚刚躺下了。躺下了。给他播。对啊。啊，这算算算，又不是说自己的。是啊。行，你走吧。干嘛呢？离开！我不能在这说了，离开！不能说，快离开！多了，死了！看一会儿不行？哎呀，宽敞了，宽敞了，急死了！哎呦，记住，听我说，兄弟们，现在我还剩一张牌，我也还剩一张牌，小坎还剩一张牌，海皇还剩一张牌啊，那就是我们所有人只剩一张牌。对啊，那就是说我赢的话，我还能得再多一颗星，得三颗星。嘿，嘿，你真的赢颗星？哎，我还能走了？谁呀？我呀。你谁呀？问爹。哎，陈凡真行吗？这骂人什么意思啊？你不同意？不，他不，他不，他什么意思？这意思就是，你怎么看我啊？我帅吗？有一点吧。那我丑吗？哎，不对。干什么？丑。你站起来，小子。我不站。啊，谁？干什么？谁站起来？你站，你站，你站不站？我不
这儿。你不站去吧，你拒绝我了，你先拿下来。你让我拿下来是吧？哎，你啊，我怎么拿下来？你叫我名儿来呀、啊？我叫什么名儿？你叫我人名儿。我没有叫过你、啊。叫来。贾庆，我说的吗？你说什么？我叫你小凯也是我人名。人名就是你的 ID， 这也算。好，你拒绝我了，咱俩同归于尽。这样弄得我们都走不了，你开心了？啊！你俩，你俩不安全，不安全，不安全。你俩一 v 一吧。走，好，我们俩一 v 一。对了，这是咱俩的石老师啊。好。你觉得马哥这人怎么样？他还可以。还可以是指哪里可以？人还可以。人哪里可以？性格还可以。性格可以啊、还有别的方面吗？他比较黑。黑是我的优点吧？黑是优点吧？黑是优点吗？黑不是优点吗？他可以是优点吗？那得看你。他算优点？你觉得我们怎么样？挺好的，我非常喜欢你们。真的？对，我简直想要跟你们一起说结，结上尖叫，结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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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以为你要跟我们结拜啊。我不会死了吧？啊，小金老师拿下来吧。是什么？称赞别人，觉得我们非常不错，挺好的，感谢你的称赞，谢谢陈老师。冷静。首先，恭喜你获得两颗星，赢得了比赛。杨大娇，别激动，你还剩几张牌啊？我不到啊，我还有牌吗？哦，你还剩一张牌。哦，还有一张牌，表示同意。那就还有额外的一颗星，额外的一颗星。等会儿，服装我先带了。四加三等于七，你七颗了。你走了。我七颗了。走了。我七颗了。八颗星，哎，现在就是改规则，八颗星走。哎，这哎哎，没有没有没有啊！哎，不是我说的啊，七颗星可以离开杨村。妈呀！我走了。妈呀！我玩这游戏终于赢了。恭喜海王，走了，走了，真走了，真走了。晒了12个小时，为什么我还没有成为阳光男孩？我的妈妈说多吃牛肉才能长高，但我只有3块，只能买杯贡丸。我不加香菜，香菜狗都不吃，吃香菜的小朋友都会长胡子。你在干什么？啊？吃香菜吗？全家一起出去旅游，去峨眉山看马骝，再坐火箭飞出地球，然后回家地球。因为明天开学，我看了一眼日记，怎么是昨天开学？刘海长得看起来像一个坏点，如果我去加入男团，那将成为卖点。关于怎么做音乐，我没有概念，所以今天我去一个老农他的前面拜见。他说他从中专做学了5年，好神奇，他用他的嘴巴发出鼓点，蹦子磕子蹦子蹦磕，一边打鼓一边舞动，好酷耶！哎，我们一起推塔，任何邪恶都将被绳之以法。我先打开电脑搞会儿踢法，我拿出键盘跟人那么一打，要跟我姐姐突然破门而入，看见东西就打，还让我知道他们地上可不可恶。居然跟街道合作，我非常的 emo， 出去疯狂散步。我喜欢一个女孩叫做红霞，我给她我亲手做的小龙虾，她最喜欢的 rapper 叫做曾毅，而我跳街舞时惹点零花。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都一样，小小拳头大大书包上要上学堂，谁的时代谁的主张是谁的模样，快乐学习的肢体每个歌是唱。走了黄总。马哥走了黄总。马哥舍不得你。没事，总得成长，总得离去的嘛。那我走了。不说点什么 说点啥？久经沙场无人敌，下山地方不分离。哎，我先分离一下，拜拜。好，下次见了啊。等会儿呗。过两天，哎呀妈，过两天见了，行。什么叫过两天就见了？就这么地啊？什么意思？先回家见哈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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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小拳头，大大胸膛，上呀上学堂。
啊，这么快吗？就离去了。这个，这离今天这么快结束？怎么这么快？这个啊，不应该伤感一点吗？对啊，还没说话呢就走了。走，我们怎么对上了今天？妈妈，洗脚。说个小事儿。什么事儿？啥事儿？我们小精灵老师档期有点冲突。什么意思？我上班，今天晚上就要离开这里。凭什么？玩不起、啊？不是玩不起，他已经找好人，我是赔不起。什么？那我也可以找人代替我。啊，可以啊，可以找得到吗？当然可以啊。你找谁？现在找呗。能找谁？我找安拉顿。我想了一个姐，这怎么办？找他代替我们两个，可以吗？不可以，一人只能代替一个。那我先说呢。那你先找他吧。我给安拉顿打电话。对，再跟他商量一下。等我联系网了是吧？你帮我联系网。联好了。对。怎么说？怎么说？你在干什么？我在坐着。你很空是吧？坐着。困了。有什么话我直说了。你说吧。你空不空？空不空？可以扭蛋。可以。我现在在押韵挑战。我问你空不空？空不空？啊。空。空啊，很空，我很闲。那你明天踢来踢我吧，好吧，我继续给你。怎么说？什么意思？你怎么一星啊？熟不熟悉这个东西？他第一季来的时候没有这个。哦，那你明天踢我好不好？哦，你怎么才一星啊？一星就我现在不一样了，现在版本更新了，就是你看我 GTA 没有？就一星就是最安全的。他们星越多，他们越危险，知不知道？这 GTA 啊。你明天来就行了，好吧？继承我无敌。就你继承他的话，你就只能继承他一颗星。嘉宾继承？那不行，我觉得你为什么不继承他了？我为什么继承他了？我又不是嘉宾。你是嘉宾啊？哦，我是嘉宾，我是嘉宾，你知道吗？你是嘉宾啊？我第三集走了，第四集被他们请过来当嘉宾。对，你应该继承他，然后我继承你的，这才对吗？我没有走。四颗吗？你四颗星啊？我自己靠自己努力的呀。那你能力高吗？你再努力一次嘛。他不行了，他要就是。我走了，我要离开了。对啊，你必须继承他。我就继承他的心。对。对啊。你怎么这么菜啊？才一颗星啊？他今天是复活的，要不他。对啊，一颗星都没有，你支持我零颗星，你知不知道？我怎么玩不过他们啊？对啊，你为什么玩不过我们啊？脚本。有脚本。脚本是的。明天见。我见不到他了。哦，就再也见不到了。拜拜。郭宇佳见吧。拜拜，明天见。拜拜。哦，嘉宾就档期就满，就了不得啊！就我空，我就无所谓，我直接就空。你叫我来我就来，你说走就走，我也要走，为嘛档期？找一个呀。找什么？我手机网都连不上，我找谁啊？给我连一下。你找谁？啊，我说，不是，他已经没档期了。你找到他已经没档期了，是吗？对啊。观众就看你，就想看你，你就总要走，那观众有多伤心？我想伤观众心，你不想让观众看见你。我不是在道德绑架，我没有啊。我觉得游戏机制是让你就现在看弹幕，观众说想不想看？想不想看小队长一直在这儿？你这样的话，这个游戏它就失去了平衡。怎么？对我一个机器，我不玩了。我摆烂了，那你摆烂你在这儿待着，这干什么？你不给什么？不给。干什么？送谁？谁抢着送谁？那你空，你送多少？谁抢着送谁？真送？哎，这你没有送，你刚送。真送。你看，你出不值钱你，行吧。下个游戏见，下个游戏几颗星赢了？下个游戏再说，一会儿就告诉大家。啊，说吧。行，可以，争夺决赛。我去。下个游戏非常的简单，我会给你们一人
新星上两倍数量的爬爬垫。哦，两倍数量，那我岂不就是两个？两个爬爬垫？哇，我是十二个！我操，你六颗星！来，先给小二十二个。你不给星啊？这个游戏？这是没有星。没有星玩什么玩？你可以不玩。不玩怎么了？听完你就知道想不想玩了。你说。先拿完。哇！哇！哇！这么多。有什么用啊？没什么用。小乔院长和小侃一人八个，八个也够了吧？是干嘛的？我猜想你的游戏，好吧？好，我觉得以我们公司的尿性，应该是今天一晚上生活在自己的泡泡垫上面啊？不可能吧？是不是这样？不能吧？你不说，我不说，那我就两平米的空间。好，现在从新多的开始啊？这回终于不是从嘉宾开始了。在大厅里面、啊、就我们刚刚那个大厅啊，随便放你的爬爬垫，随便放，随便放，可以叠，可以交叉，也可以拼起来，也可以分散开啊，随便你怎么放，你现在去放。 OK， 什么意思啊？我猜就是今晚住在这个地方。我猜是爬爬垫五子棋。我们节目不可能那么高端啊，我们节目很 low 的，就很接地气的那种。哦，就睡觉抠鼻屎吃喝拉撒，我们只会干这些事情。睡觉没事，可能在这睡呀、啊、你想一天两个游戏，这是第最后一趴了。吃饭吃过了，吃饭吃过了睡了呗。吃喝拉拉拉满拉满啪啪地。你是说那你比较安全？我可以拉两个，拉拉满两个啪啪地，拉满拉了事儿了再给他吸是吧？拉满才能走。胡说八道，太恶心，一派胡言，太恶心。哇哇，随便放，肯定沙发不舒服呀。如果要是真在这上面睡的话，我直接舒服睡个大觉。一二三五块，五块在沙发上吧，剩下几块留个到沙发的空洞，这样咱至少有入口。这是什么？进去弹跳。OK， 就这么大领域，这样我进门就可以弹跳一点。那我们两个谁先去啊？你们数点步呗，数点步。来，我出石头。好，你信我。去，我去。哎呀，哎呀，我去。我来喽，我来喽。我肯定预想没错，肯定是厕所区域一定要摆，知道吗？厕所是上厕所是非常重要的，人一定要上厕所。所以我如果说今天晚上，如果，哎呦，是是。陷阱！如果说今天晚上要住在这个爬爬垫上面，那所有上厕所的人都要给我过路费，对吧？对对，还有五片，那就是我睡觉的区域。虽然在睡在厕所门口有一点臭，但是没有关系，人可以不睡觉，但是一定得拉屎。睡觉的话，姿势必须得能有一个翻身的姿势吧。这样睡完全足够，我觉得这样完全足够。还有一块我觉得放在这吧，给头更充足的空间，还能放点东西，比如说自己外套什么的可以放在这里，这里放枕头，这样哇，整个厕所这一条长廊都给我，这边还能够我翻身。哎，哎呀，兄弟们，怎么说？无敌的决策。看小胆的这个秤啊，他今天晚上是废了。他这里四个啊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啊，沙发上面也是，他会睡在沙发上。那这也太舒服了。哇，他怎么可以放在沙发上面？小很阴险啊，他把整个沙发都占了。把底下的区域都弄得乱七八糟，真是睡觉。我猜呀、啊，他站沙发那肯定是睡觉的，那肯定是睡觉。那你把他沙发底下，我又不知道干啥。你为什么把沙发占了？不先舒服一会儿吗？杨主任，那我问一下，晚上给被子吗？什么？你就觉得你就知道是睡觉了？我就想套他话，你知道吗？很奇怪，红色是小奥的，这占厕所是什么地方？我觉得如果去睡觉的话，我这么大的地方应该够了，发的就这么点儿。放完了，放完了，丁丁哥去吧。那我这个好像很快，哇，两块就是快，两块好快。宣布一下游戏规则啊、刚刚的爬爬垫，你们所放置的区域，就是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你们生活的区域。看到。
个屁啊！相不相信我？厕所，我在厕所门口睡觉。在厕所睡觉？哎，你臭死我吧！我地也臭，我给你脚伸厕所那边，我头不伸进去不就完了？每个人只能在自己的爬爬垫上生活，睡觉会发被子。比如说你要上厕所，你途经别人的地方，原则上星星是我们的流通货币，但是。你们也可以自己商量，看人情了。那他不能强制吧？不能强制啊，强制不可以强制。强制扣薪啊！嗨，不能亏啥的那种，就是不能直接上我的领地上面。对，但你也不能强制他上去，拉过去，不能把他推过去。完了，我站睡觉了，我两个本格的好人怎么办？离得很远。对。哎，那如果他离得很远，中间那个地可以踩吗？不可以，只能在爬爬垫上生活。那怎么办？那不是劈叉了。我可以照顾你。可以。砍一刀。谢谢你。就是我同意他在我上面。对，没问题。是可以。我不同意就可以找你申诉。对。那我可以先同意，等他踩上之后我再不同意吗？可以啊。卡票在哪？在这。诈骗。诈骗。好，外面冷，进去吧，里面空调开好了。可以可以。大家现在已经在自己的领地了，今天晚上让大家体验一把我的世界大富翁啊！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没有你们，领域的地方就是岩浆，碰一下扣除全部的心啊！我靠啊！全部的心？对，黑色的地上不能踩。对，碰一下扣。对，来你试试。我在碰呢，我在碰呢，扣不碰？你扣了啊！别，开玩笑。今天晚上当然就是这个规则就给你讲过了。那我先走了。那东西是可以出的吧？人东西可以出，人不可以出啊。那还行。哎，妈，对对面姐姐烫死了。对对，啊、对对，过来，我在救你，我在救你。哎，对对，踩我的地。对对，随便跑啊。你好幸福啊，好羡慕你啊。我好惨啊，小我惨，我就这一格，剩下还有谁？你这一格怎么放到我这边很烦，你知道吗？你可以直接跳到你那边吗？可以啊，我觉得很长。别这么做，没有危险。我可以劈叉，没必要。我可以劈叉，你来我这，我给你五次机会，可以吧？可以，可以吧？可以。百分之一，可以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爱你。东西可以落地吧？可以，东西可以碰。拿，到你自己领地吧。拿，你东西你可以拿吗？拿，我还没碰上领地啊，我没碰你领地啊。你看什么？那其实很恶心，这东西放在我面前啊。那有没有打火机给他爬爬垫给烧了？可以这样吗？不可以吧？我操！你给我放回去！我真放屁！我他妈真放屁！你放狗屁！真放！你不要过来，走开！别来我的领地！他想拉屎了！你想拉屎？别来我的领地！他想去我的领地拉屎！他可能会把他最脏的东西尿遍，你知道吗？他喜欢黄色。他快回来！拉，快拉！他先起来。哇，快拉！快走！我睡了，兄弟们。规则都清楚啦。啊！祝大家生活愉快，晚安各位。晚安。晚安。干什么？他这也太爽了吧！好爽！你怎么这么爽？我不爽，其实。你凭什么睡在垫子上面？我地方很小。你的手触碰到哪里？这算吗？这没有啊。这算吗？这算吗？哦，不是啊。这不算吧？这个坏人。不是，这人好爽啊！我爽啊！这样怎么行啊？我晚上在沙发睡。我怪不得弄在沙发上面，真有意思。哎，你别碰到我领地哦。没吗？你小心点啊！哎，你的脚趾头小心点。干什么？你现在手知道别碰到我。哎，你干什么？哎，不能啊！不能啊！给钱什么意思啊？给个心，为什么？你碰我领地了，触碰，这样给，算了，给你一次警告，我告诉你，哎，什么不要啊？六颗星直接没，一起缠，你别碰到我的地，我告诉你，那再快点，快点，好吧，快点，那快点，好，睡了，那快点，周超，看不清了，太慢了。哎，会不会看不明白？我看不明白。你敢不敢三个手指？精灵哥，这样听我说，这样吧，明天记得跟阿妈总说点我的好话。可以。说我昨天这么帮你，那么帮你，没问题，至少还能保住一颗星。没问题，行吧。可以。我领地这么大，全部都给你用了。你看，你的整个身体都碰着我的领地，是的，没有说什么。对，你在我的领空。可以，不在我们不分你我，不分你我，不分你我。你看看，孤零零一个人，真是让人尴尬，丢人。
你不如把这个送给我吧，我们还能感谢你一下。真的？对。不孤立我了？孤立你一样孤立，因为你心多。心多就该被孤立吗？那不然呢？要不然那怎么办？这样，我可以给你勉励。啊、但是吧，把那个是工作不说超市的那个账给我。你花了多少钱？你花了多少钱？你记得吗？166。166，我可是个神力。你记得现在？我好，我花666，我买了。不是，我不是买了，是我把那个账我这个给送的。你就是我的，就是我买的。行，对，你得送我。你说把那个，我把那个账给你抹了，你把这块地送我，好吧？送你。你确定？这块地是我的了。我操！相机卡了。不是，好像是手机关机了。Oh no！ 给我一颗星，给我一颗星，你随便踩我的地，随便上厕所。那万一我给完你星，随便上厕所，那我今晚没尿怎么办？你肯定有尿，谁晚上没有尿？真是的，所有人晚上都有尿。给他大便，非常划算。一颗星，半颗是什么东西啊？就一颗星，你可以现在去上个厕所，安心的睡。有什么问题？你有六颗星啊！你知道明天最后一天了吧？嗯，你明天还想走？不可能啊！怎么不可能？不可能走了。为什么不可能走？为什么？你拿不拿？拿拿拿！给我一个。哎呀，谢谢你，小奥子。可以上厕所吧？可以，随便通过。哎，仅限尿尿啊！大便要另付两克。哈哈哈！行吧。行，就尿尿。干嘛？关吧。什么意思啊？有个线。里面的线就是打光灯的线，行吧，感谢，行，谢谢，听林哥的手机，听林哥晚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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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毯子，我想回家，什么？你想什么？你不是不是这个吗？对啊，我想回家，我想打游戏，我想看视频，那你靠自己努力回家了，对，你加油。晚安，晚安，晚安。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再次感谢大力展开队对杨森的大力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我好冷啊！哎，真的，观众朋友们，不好意思啊，因为我明天还有演出，所以真的没有办法。感谢阿芒总来帮我救场，也感谢大家，好吧，感谢杨村，再见杨村，拜拜。我给他们门关上，给他们关上，哎呀，哎呀，哦，拜拜。